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2019一首原创歌曲《野狼 disco》火爆了整个夏天，众多明星以模仿这首歌曲乐，比如陈伟霆和主持人撒贝宁、吴昕等等，各种表情包、网友自制 MV 也应运而生。下面就来听听他们的精彩翻唱吧。Number 3, 陈伟霆。一开始这首《野狼 disco》并不是很火，但是自从陈伟霆翻唱过后，加上了中间的粤语部分，这首歌的传唱率就加倍了，瞬间成为了网上最火爆的歌曲。Number 2, 杨幂。每次网络上引起什么潮流或者有什么新段子出现，杨幂都会很快就 get 到。这次唱《野狼 disco》自然也是随了一波潮流。杨幂与刘瑞麟两个人合作唱歌时手舞足蹈，表情时而可爱时而又疯狂耍酷，完全不顾自己的女神形象，场面一度很搞笑，不少人看到之后都被她给吸引了。来知道吗？哪个他是真是假？转你钟转了吧，忘记中意来他，来系真你人家。Number 1, 黄渤。黄渤的身份标签中除了演员和导演之外，还有歌手这一身份。他也曾多次在舞台上边唱边跳，而最近他与王珞丹一起跳的《野狼 disco》再度火爆网络，真的是魔性十足呢。黄渤老师看这里，王珞丹老师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。大雷夏，你在干么子了？喂喂喂，能听着不？蹦迪去啊！喂喂，听得到不？喂，没信号啊！没信号啊，那我挂了啊。风会烈化，我好想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那管他是真是假，请你真情意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对于今天的歌曲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讨论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